被告表将处处带来兵力，以此凶修，连恁也败退了。剑空虽然不利，但是李贵带军应在，因也不敢侵入。侵入？未败李贵，才这么少？拢被冻在外面了，不是吗？不对，是暂休行动，快回主人身边。人枪一流，刀一流，刀枪一流，人一流。人不留进入，不敢留，一流的。说话半个红，三百不敌春，人中一度魂，燕霞无情棍。三一年，林树改高架，火箭阴魂不散啊！少林兄，今日我杀不留情。在我果然是这样，王中人起来，斩阔者竟然是你啊！我不是斩阔者，我是白龙。哼，不过就是我白龙军的一部分。白龙就是白龙，不属一人何人？哈！你凭什么在我的手？会以白龙杀六度，龙书精修太如何？今宵何时无寒昏？宿心夜迷，王多罗。苏阳门，刺激刺激刺激！三道风扇就去最终镇压。苏阳门，白龙对上王中银，独眼龙一念对上魔术灵众人。乃是灵界最后的生死存亡之战，一连串的紧张刺激，剧情即将进入高潮。欲知详情，请继续观赏《天地风雨录之九龙变》第16集。逆转的进局。